耶稣说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马太福音7:24。亲爱的耶稣，求你帮助我，给我好的态度，让我能够听从爸爸妈妈的话。当爸爸妈妈要我去做一些事情时，帮助我不悖逆，不拖延，愿意立刻去做。让我从小养成谦卑、顺服、敬畏主的品格，好像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有稳固的根基，才能健康平安地长大。小孩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